修行之道啊，先有起点，目标需要正确，方向不偏啊。佛祖开始，心思地见啊，佛心在己，向来自心。咱修行到底修行这条路啊，要安怎行？常常讲，发心如初，成佛有余。所以咱发心修行，迄念心啊，就是咱的起点。咱是不是有正确的目标也无？常常讲过去，察之毫厘，失之千里啊！这方向那一点点啊偏哦，对起的呢，都千里之遥的偏差。所以咱修行者，这点心爱真坚信，佛陀啊，慈悲不舍众生，来人间啊，来来回回，就是为着这项代志。开始，众生我立佛的地界。佛陀的慈悲开始啊，听了后好好思考，爱真心密的思考啊，才有法度去体会到法内面迄个真实微妙的道理。其实佛心在己，向来自心，咱要会当体会到佛的智慧，咱爱靠近佛的心，咱要爱知影佛的智慧。其实啊，那就是知影咱家己，咱若无了解自己，要哪有法度去了解佛的智慧啊？所以我的。是伫咱家己啦，所以咱家己呢，就是本具佛心嘛，所以咱应该呢向内自心，或是安尼来甲咱引导一下。但是呢，行路的人是伫咱家己，两只脚爱划出去啦，过去在哪讲？福慧两足，咱两只脚的福开始跨出去，造福人群。后面搁一只脚爱向前踏出去，那就是智慧啊！咱用福造福人群，智慧。思考天下事，咱才有法度彼此相问。佛陀呢，就是用伊彼此来回在人间，伊的慈悲不舍众生，用伊的智慧呢来观机祷告，咱爱护佛的心意。爱福慧相济，不忍世间众生的苦难，爱造福人群，不舍一切众生啊！咱来循循善诱，用什么方法啊？来引导众生，这是真重要。所以这几天啊。一段经文，
还是在讲吼，佛陀呢以种种方便教法，那又是搁在种种因缘，譬如言辞，以为众生演说诸法，是法皆为一佛性，同款用福啊。还是要予咱知影，佛陀对众生的根基。虽然咱逐天都安尼伫咧讲啊，确实呢，种种因缘，譬如言说，有遮尼真多因缘吗？那佛陀有遮尼真多的人间事，何来譬如吗？啊，真正确实是真多啦！咱敢若对人间事，都有真多代志会当摕来做譬如啊，以人的故事来教育人啊。譬如讲，来了一位呢，高级主管。伊真用心要来投入自制事业，抱负着满满的理想目标来咯。呀，入来了后，真用心嘛，要了解，要安怎投入，要安怎来领导啊？经过了一段时间呐，他就。在静下，安尼甲我讲，伊就讲，唉，来了一段的时间啦，真用心，啊嘛真努力啊，却也是感觉到讲，甲外面的环境真无同，有一点啊呢，唔知要安怎来领导人。会当甲人群呢合二为一啦，好亲像有一点啊无奈，我就讲，哎呀，凡事啊，只要你有目标，只要呢你有真正这点心，你若有这点心啊，起点、方向、目标，那拢正确啦。凡事无难，莫想过杂念心，想太多了。我都讲，对啊，千万年前啊，大陆有一个丛林，丛林伫山顶哩呐，老和尚啊，管家即群年少的沙弥啊。看大家人的根基，伊就配搭工作互因做。那其中有一位十二岁的小沙弥呐，那这位老和尚呢，就甲伊讲：每天你爱落山去，从这个丛林到迄个市集。翻过两粒山，哎，行过阿尼的路，去买米、买油回来，是每一天去采购啊。这年轻的小沙弥啊，呀，依教奉行，每一早起透早呢，都欢喜落山去啦。到家中道以前，他就已经呢，把需要采购的物件，真重哦，都安尼担转来啦。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啊，年复一年，哦，已经呢将近十年了吼。有一天啊，同款中昼时
等爱到位啦，老和尚啊，伫山门看到伊，真正哩轻柔讲来，你对我行来行，咱来去山门的外口啊，啊行行咧啦，啊就来呀，哪行？伊对着后面。到甲山门外来的时，就讲来伫遮坐，两个人坐伫迄个所在，一前一后啊。哦，看到太阳啊，嘛慢慢下西了啦。哦，佫听到呢，一群蹊跷的声，从山卡呢，安尼滴滴起来。从远到近呐、啊，有一群呐、啊，的年轻比丘，这态度呢，都是轻浮啊，啊淡巧啊，安尼呢行起来，那行起来了，看到和尚坐伫迄个所在，大家人赶紧的点睛落来。和尚就问伊讲：“恁买遮个物件，从大门出去，路真好行，奇迹无偌远啊？为什么呢？恁几十年来都是透早出门，黄昏才回来呢？”大家人的回答就讲：“阮逐天。”那落山的时，啊，看山景啊，要上山的时，好、哦，这个山架啦，啊，阮就哪行哪歇啊，啊，就哪看周围的境界，游山呐、啊，观水呀、啊，好、哦，和尚啊，回过头来问。问讲，呀，你呢？你也是近十年咯，你逐天呢担着这重的物件，由彼安尼转来，你是安怎？哪会当伫中道以前，都会当转来到位呢？这位年轻的人就讲，啊，我逐天。感觉责任嘛，一定爱，当个责任爱负起，所以呢，我爱专心。我的目标呢，就是落山去采购呢，我应该爱采购的物件。老和尚就问讲，逐天会上甲下下山甲上山，都真欢喜向。老和尚讲，每早起啊，要落山的时，真轻松，因为身躯拢无物件，所以抱着一份轻松、感恩的心，予我逐天会当行这条山路，安尼呢，到奇迹。啊，若起来的时呢，好起来呢，虽然啦。肩胛头担着真重的物件，不过欢喜，欢喜讲达成任务啊！虽然担头是重啊，不过呢心真平安，赶紧把这个重担呢，会当通到达目标。所以每一天的心情就是安尼，落山感恩啊！上山呢，平安。老和尚问讲：“你还阁有其他的心念无？”“无啊，唯一的任务啦。”同年龄的人，一心一志啊，伊会当感恩平安，安尼来回三千外处的山路啊。会当通成就丛林内底，人人呢
衣食无离吼，学食会饱，穿会温暖，予大家人安心修行。甲这个代志呢，这个故事我都讲予迄位新来的主管听，一位新来的主管啊，听了后呢，伊讲哦，对哦，有责任嘛。应该爱抱着感恩心，爱达成责任啦，自然呢都会平安。我就讲，迄、那个理想中的目标啊，那应该呢，搁小看方向，瞧一下，记着学佛的心，以佛心为基心嘛，佛心想。关怀众生的心，佛陀来人间，为着要教育众生啊，真的就是佛心开始就甲讲了解啦。佛陀的教法，甲阿弥的意思同款呐吼，所以看种种的根基，随种种的因缘。用其他的方法故事来披露，安尼呢，可以了解。所以讲，难免呐，咱的经文呐，一直都是反复看到安尼的经文，意义呢，要予大家人心中了解。当行文是安尼，也阁有吉祥文也是安尼。所以咱听经，必定爱用真耐心，爱真深密的思考佛法呢，也意义。佛陀为众生啊，演说诸法，就是拢用种种因缘譬如言事，来为众生演说诸法，四法皆为一佛性。虽然演说诸法啊，还是皆为一佛性故吼。了解演说诸法，那就是讲演说诸法，用真开阔啊，真多的道理啊。那无同款的人，无同款的环境，那就用无同款的方式。所以这是真开阔吼，佛甲这行法啊，扩散到真开阔诶方法。来譬如吼，那演说演就是讲场真大，大家人集会时所讲的话，参加呢任何一个众生啊，有苦有难，有心未了解呀，安尼会解说吼，这拢总呢叫做的演说诸法所讲的话啊。为一个人讲，嘛是讲遐尼深的话；为大堂讲讲呢，还是同款爱详细分析真深的道理。莫非呢，是为一性吼一佛性的道理啊？那这就是如实教法，一律呢，毋忘众生听。一旦回归本性哦，这是一佛性如实法哦，随机顺顺显法，导向成佛。随众生的根基啦，用一性的教法，一性的教法，搁是随众生的根基，可见呢是
为实事权，开权显实。事法皆为一佛性，佛陀呢应化人间呐、啊，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一大事因缘，那就是要施教众生，回归真如本性，成佛之道啦。这大家都伫咧听，同款的道理，啊，皆为一性。令令人人会当成佛的教化，这就是佛陀的目标。所以呢，佛陀啊，还是以一佛性分别说三。各位学佛啊，本来就是爱安呢，同款的道理，大家同款听，确实呢，人事物啊。都无同，佛陀讲过去，佛陀的时代，迄、那个时代啊，有迄时代的人来向佛陀呢，安尼佛陀会当对机啦，亲自引导。现在你的苦，现在你的人事物的困难，你应该安怎的看法解开了人事？困难，佛陀用当顶的教法，会当普遍和深浅的根基的人，会当接受，会当欢喜，身体力行，这呢，才是真实法。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